的人生完了。我叫林天骄，天之骄子的天骄。在这次考试前，我的人生从来没出过差错。每个父母都会对自己的小孩说，你瞧瞧别人家的孩子。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远，你不赖啊。喂，我嗨死了。我妈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只有成为人上人，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呀，请说。隔壁班最帅的给你。成功的秘诀就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琐事上，不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儿。比如我最喜欢的天文。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之差就能淘汰上万人，而一个省三好学生的名额就能给你们家20分。省三好学生的名额全校只有一个，从现在起我必须要得这个三好学生。高考来考，我豁出命也要得这个三好学生。高翔，干什么呢？这不是养猪场，要睡滚回家睡去。我真是想不通，这些人不学习还来学校干嘛？老师说自习延长一小时，你卷子做完了吗？你干嘛？这新来的挺横啊，害群之马。两个班长，站住！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居然会和这种人有瓜葛，我的人生就要完蛋了。这谁的？给我站起来！有作弊的胆儿，手就别哆嗦。高强，啊，这是你的吧？嗯，是不是？啊，是。你这颗成绩被取消了，坐下。平常不努力，考试想作弊。谢谢你啊。你谢哪件事啊？天天啊，吃饭了。来，你尝尝。嗯，咸啊。你这儿有醋。嗯。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还可以。可以啊，没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啊，没什么问题也不能放松警惕。嗯，
算计过来吃饭来。臭小子，是不是又偷看电视了？哎，关键时刻，你先把那个锁在我。关啊，你给关上。你下次能不能换一招？你能不能换一招啊？怎么总妨碍我？现在这个世道，拿钱就能好办事。你干嘛？我从来没和你这种人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够不够。我哪种人啊？就是你这种。我是说，咱俩也不熟，你也不能白帮我，是吧？哎，你别走啊！你不是嫌少吧？班长，你说你平时学习那么好，为什么要作弊啊？我又没有全能。作弊？我只做过这一次。那你何必如此破费呢？烦事。哎，行了，我也是头一次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不说。哎，可是吧。最近作业太多了，我这人吧压力一大就容易不守信用。哎，那你什么意思啊？班长，你这么会抄，以后帮我抄作业呗。让你妈帮你抄吧。妈，你有病吧你。哎，字儿不用写太好啊。我们以为寂静无声的宇宙，其实充满了宇宙背景辐射。我拿错了，你还我。它是宇宙大爆炸留下的残痕，就像你出生时的那声啼哭，你至今还能听见。这么吓人呢？你给我解释解释呗。给你解释你也听不懂。班长，你喜欢天文啊？关你什么事？哎，你这么凶干嘛呀？我就是看见你这种人，我就不舒服。哎，又来了。我到底哪种人啊？你说说，你给我说说。上课睡觉，不学无术，年纪轻轻就过早放弃自己的人。哦，那还比年纪轻轻就不择手段好啊。你说谁不择手段？行，以后你的作业你自己写吧。行，不就写作业吗？还不怎么说吧，追追。哎哎，天江，天江，我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欧小阳，从现在起就是我男朋友了。小杨，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林天骄。哦，天骄同学，你好。嗯，小杨，你去买点吃的去，我肚子饿了。那你等我啊。快去吧。天骄，你觉得他怎么样？他学习好吗？他考。
考试考第几啊？不是，这跟考试成绩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饭前喝点酸奶，对身体好。哎，你倒是找点聊的呀！我觉着他好像有点不太喜欢我。哎呦！哎，那谁啊？我再复习一会儿。闻着就有一种重点大学的感觉。嗯，多谢。别太晚了啊。这道题严重超纲，但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给整出来了。现在咱们就请他上来给大家讲讲他咋整的。高高翔，高翔是谁啊？新来的呀。快上来。咋的了老师？我不会。你咋不会了呢？我的作业都是林天骄帮我写的。他帮你写的作业？老师，是他逼。他逼你的？他瞎逼逼的。赵翔，你瞎逼？你瞎说什么？人林天骄凭啥给你写作业？没瞎说，因为他喜欢我呀。别吵吵了。林天骄喜欢这样的人，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你不觉得我说你喜欢我吗？是不是你好可恶？你看看你的样子，我会喜欢你？哎，你不喜欢我也行。大家听好了，今天课上的事有些误会，不是林天骄喜欢我，是我喜欢林天骄。高翔，你高翔同学，现在是上课时间，打情骂俏也注意点场合，听见没，班长？哎，你看，他就是林天骄，没想到高翔怎么会喜欢他呢？等会儿，昨天高翔跟林天骄表白了，这不是林天骄吗？林天骄，怪不得你拒绝我，原来喜欢那种人。你说乔天骄在课堂上被那混子当场求婚了吗？早听说了，我听说他俩还在泳池喵戏水呢。停了，停了，停了。高嫂好，姐姐，你可以啊，好日子船长出任务了啊。
啊！闭嘴！别着急，你这么优秀，我想不开喜欢你啊！你不是闭嘴！哎呦，别生气，别生气，那人叫啥名来着？你好，你好，我叫林泽，我是初三一班篮球队长、足球队长、乒乓球队长。哎，我是他弟。啊，就是你啊！哎，对对对，姐，你给介绍一下啊。闭嘴，回头见啊！江，快给我拿。别问我叫林泽啊。哎呀，你别生气了。你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在学校还怎么待？哎，我跟你说，男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对他温柔一点儿，他就不找你麻烦了。真的，你跟我学。高翔，来一个。高翔，求求你啦！求求你啦！哎呀，太恶心了。我有办法了啊！如果他有女朋友，别人就不会怀疑我了。可是他没有啊！你不会要害我吧？我可有欧小阳了。我，你放心，有小花就够了。小花？小花是谁啊？小花是谁？不重要。庆祝我们在一起的第365天。哎，我看爱上你，我情非得已。看看看看啊，署名爱你的小花儿。好无聊，别说了，班长，班长，你这是喝吗？你这是鹅。拜托，你又不是真喜欢高翔。唐晶，你就是这个小花吧？你觉得我有闲心做这么无聊的事吗？那你不吃醋啊？我不知道。我早就说过了，我和他没有关系。那就好，免得你妈又来找我问话。别显得你和我挺熟。呀，高翔，女朋友初中部的吧？啊，现在谁还送这么幼稚的东西啊？对对呀，又上了个小花。哪有女孩自己买花的？等男朋友送多好。这是我要送给老师的。嗯，好香，好香啊！这是一种，是一种庸俗的味道。高翔，你女朋友对你可真好呀。我女朋友还说过我送早饭呢。哇塞！吹牛吧你！哎，老板，你再帮我煎个蛋呗。哟，好早啊！啊，早。哎，班长，那个我们后排的垃圾桶太臭了，你帮忙跟老师说一声呗。嗯，好。哎，你这个闸线离车轮太近了，这缠上挺危险的，你弄一下吧。嗯。你没事吧？没事啊。你给我准备早饭了呀，小花。小花是谁啊？哎，小花是谁不重要。再这么下去，
真成他女朋友了。高翔真是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恶心人。我也不喜欢癞蛤蟆，我喜欢青蛙。你知道什么呀你？来来来，吃水果。好久不见了啊，水果留下，你出去。姐，你给我留点面子啊！小小年纪你不学好，还不都跟你学的？出去！我不出去。这是我家好不好？高翔这种人，咱们女生根本斗不过的。嗯，我去找欧小阳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就打他一顿。欧小阳，嗯，姐，这种事你找我呀？啊，这县城第一，不用找什么外人啊。去去去，你别捣乱，什么时候靠谱？谁说我不靠谱了？尿不出来，克服一下。啊，我们又不是饮水机呀、啊、老大。哎呀，你们尿准就行吗？哎，你干嘛老跟林天娇过不去啊？虽然她有点那样吧，但她是个女的呀，女的都那样，我妈也那样，我跟你说。哎，咱们男的都是女的生出来的，对吧？你这么想就不生气了。中国古代开始呢，女权就一直不是。哎，咱好男不能跟女斗，哎。哎呀，好恶心啊。你平常喜欢跑步、乒乓球？哎，你喜欢喝酸奶吗？我不喜欢男的。哎，你别误会，我有女朋友，我也不喜欢男的。在这点上，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哎、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喜欢谁。来来来来，我来我来。你掉厕所里了吗？我这什么情况啊你？我给你报仇去了吗？那该死高岩的，那用尿滋我？什么？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太过分了。小兔崽子，你可回来了！水管子漏了，现在这么干活简直太不讲良心了。你看这全都是伪劣产品。哎，你是谁呀、啊？哎爷爷，我是高翔的同学。你快起来吧，别掉都消失了，快点快点快点。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快把水弄住，别让水把你女同学淋着。知道了。
Nữ giới cần tìm bạn đời. Nữ giới 26 tuổi, cao 1m53, nặng 53 cân, nghề nghiệp là nhân viên văn phòng, hiện ở Phú Xuyên, Hà Nội, cần tìm bạn đi đến kết hôn. Là người vui vẻ, dễ gần, muốn tìm bạn đi đến kết hôn. Để xem thông tin liên hệ của bạn gái này, lòng soạn tin nhắn với nội dung.先披下这个吧。啊，不用了。啊。喂，你干嘛欺负我弟？我欺负你弟？你别装傻，以大欺小。算什么爷们儿？那你问过你弟是怎么回事吗？我问了呀。那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家也没有吹风机，先凑合一下吧。谢谢你帮忙修水管啊。啊，没事儿，反正我把你屋里那东西弄坏了，你别让我赔就行。那个简单，我还能做。那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嗯，以前更多，但都被老师没收了。怪不得你学习不好，有时间都干这些事儿。你怎么跟郝老师似的？哎，你长得也有点像。你才啊！你多喝点热水吧。啊，就到这吧。啊，咱俩休息。你回去吧。来了。我替你报仇了啊！少装傻，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闭嘴啊！姐，你可别告诉甜甜啊！我跟欧小阳去照大头贴了，他照的特别丑。欧翔和林天骄他们是不是三角恋的？不能吧，那么死板。不懂，爱情要是来了，挡都挡不住，他俩准有事儿。你俩聊我呢？你女朋友到底是小花啊，还是林天骄啊？林天骄哪配得上我呀？我这是逗他玩呢。真的假？真假的？我女朋友可勤快了，还给我家修水管呢。欧翔，你可真。我就说吧，这欧小阳一出马果然不一样。好看啊。嗯，每期都看过啊。嗯，每期都来看，一本都不买。哎呀，喜欢就买呗。老板，来一本，再来一本最新的当代歌坛。谢谢啊。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这有点太成人了。这有什么的呀？咱们该戴这样的了。你看我们班那李琦，成天含胸驼背的，多难看呢。你穿多大的？不知道，小点声。C， 干嘛？你要 B， 你，哎，哎呀，你个头！考试倒数的，把你们调到最后两排，就是给你们一个教训。你们一个个迷茫，来，都说说，以后想干嘛？陆甜甜，你先说。老师，我可以不说吗？为什么不说呀？许的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你那是封建迷信。老师，我能考上三本就可以了。三本，先把普通话练好了再说吧。啊，你们两个这次考试加起来还没有林天骄一个人考得高，人家这次考了621分，全年级第一。林天骄，你跟他们说一下什么叫做理想。我想考清华大学的金融专业。人家是怎么给自己规划的？李美妍，你也说说。我，嗯，想当演员。你都长成那样了，还想当演员？你这自信心是哪儿来的呀？人家林天骄那叫理想。你这脑子里不装学习，成天臭美，你这叫痴心妄想。高翔，你想干嘛？老师，我想飞。这来个更傻的，他兴许整个容还有希望，你呢？你以为插俩膀子就能飞呀？你咋不奔月呢？就给我飞一个，飞呀！干什么？我的膀子不可救药。你们这些坐后两排的，以后步入社会，那也可能是社会的底层渣子。高翔，你回去沾一沾吧。你以后能不能靠谱点？整天惹是生非的，有时间多看看书吧。谢谢。从今天起，让我们做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有为青年。从今天起，让我们做一个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有志青年。今天你们为学校争光，明天学校就以你们为荣。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天。哎，快看啊，有人要跳楼了，有人要跳楼了。别胡来，下来。那是高翔吗？有什么事学校解决。
这可难得一见啊！你要是想去你妈那边，我帮你想办法。还是算了吧。好吧。宣读一条处分决定，高二一班高翔擅自攀爬至一号教学楼楼顶，并做出一系列极其危险的动作，其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学校的管理规定，也在全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现在决定给予高翔同学记过处分一次，以观后效，希望其他同学引以为戒，不要再议论此事，更不要效仿。你是小花吧？愣着干嘛？进去啊！哎，你还会修水管，挺厉害呀！走啊！行了行了，别闹了。你别看我孙子玩输给你们，我孙子每次考试那都是第一名，老师可喜欢他了。哎呀哎呀，谁信？哎，你们看，谁来了？谁来了？谁谁呀？哎，激动啊！嗨，这姑娘同志，你给我说一说，我孙子是不是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说呀，说呀，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呢？没错，高翔是我们班第一。你看看，我没吹牛吧？哎呀，高翔真是学习好，妞又正。别瞎说。说的我都想上学了，我也想上学了，一起上。爷爷，老师让我把作业本给高翔。我先走了。哎，走啊，拿下来就走啊，你吃点羊肉串，喝点喝点。高总，别闹，都吃饱了吧？走，老爷子，带你兜风去。又骑摩托呀？太好了，都吃饱呀，哥。吃饱了，都吃撑着了。走，上哪儿去，哥？家里也没茶叶了，你就多喝点热水吧。谢谢。你被记过了，你知道吗？啊，没事儿。不要试图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在那空白的深处。
音乐天堂，明明天见。你也喜欢听音乐天堂？嗯，特喜欢，每期都听，一起不落。以前我也喜欢听，可是后来我妈就把收音机没收了。此刻你是在家还是在路上？是一个人独处还是两个人甜蜜？不要怀疑，纯真酸牛奶告诉你，此刻才是最纯最真的感觉。哎，你饿不饿呀？我去给你烤点串吧。啊，我不饿，我得回家了。哎，那我送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好好养伤，老师让我给你的。高翔回来了。安静，安静。可以啊，哥们儿。真够灵活的。总考第一的那个，有本事就把这些都背了。手表呢？啊，你刚刚不是放水池边了吗？修电子表还挺贵的，找找啊，赶紧。你看到黄刀手表了吗？没有啊，可是我刚才就放在这儿了，这儿应该没有别人来过吧？就是。那你让我们搜搜不介意吧？你没做亏心事，怕什么搜啊？啊？哎，打人了！干什么去？看看你整天都和什么人混在一起。他爸是个劳改犯，档案里都写着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高翔，你爸是强奸还是抢劫啊？啊，高翔，来来来来，你们别太过分了，自己问他吧。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这样有意思吗？算了，反正都已经找到了，不就是一块表吗？对吧？我给你贴一下。他爸犯的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要是我肯定难受死了。他们几个太过分了。可不是吗？这种事儿真是想劝的不知道怎么开口啊。你说刚进去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儿。我看着那面的灯光，想着我爸都在里面干什么。我原来挺恨我爸的，人家贪污，他就给人做假证。他刚进去的时候，我才七岁。错误和你没关系，爸爸已经在监狱里了，你就不要再把自己的心也关在监狱里，要开心地活下去，照顾好爷爷，以后别再来看爸爸了。是我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伤害了我爸。后来我明白了，越是沉重，越要飞翔。那你妈妈呢？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哪天生日你还记得吗？4月12。你妈妈是牧羊座，你看那儿，他只是回到牧羊座去了。人去世之后都会回到自己的星球上生活的。你看那是仙王座，还有那个，那是仙女座大星云，它离我们有200万光年呢。你现在看到的光，都是它200万年前发出来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过去啊。
是啊。你这么喜欢天文，为什么要考金融啊？我妈说，学金融以后发展好。那你呢？你真的想学吗？人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想飞就能飞起来。我呢，有些事儿连试试的勇气都没有。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想不到你还会唱英文歌。不要把全世界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吧。高翔第一，作弊了吧？你有什么证据吗？那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我警告你，不要对同学有偏见。我看你是喜欢他吧？我喜欢谁，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听懂了。有病。林天骄，你和那种劳改犯的儿子能有什么好结果？你怎么知道有这个？这个展特别好，特难得。那去啊。可是那天我要补课。别可是了，你要不去，我就跟小花一起去了。那还是我去吧。哎，我把钱给你。你怎么又给我钱呀？谢谢你啊。其实我想去这个展很久呢。这雨怎么还不停啊？你干嘛？没事。打搅同学们上课了，可是我呢，就是想到教室里来走一走，看一看。李涛同学是哪位啊？李涛同学，不要紧张啊，我呢就是想随便找几个同学问几个问题啊。啊，
你觉得现在的作业多不多？不多，不多。我们学校特别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然后还注重仁义礼智信的传承，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好，你坐下吧。高翔同学，高翔同学。他今天没来。老师，我来了。高翔同学，你们学校有没有补课或者是晚自习延长的现象啊？有啊。是吗？是。那你们还有音乐课和体育课吗？没了，都换成数学和语文了。哎，新军，那个他是个后进生，他思想有点……陶老师，不，您不用紧张啊，我呢就是随便的问问。那我就不打搅同学们上课了啊。还有这个台阶啊，尽快把它修好啊，别让学生们到学校来摔跟头。对对对对对。你知道你这一说给学校带来多大影响吗？我看你就是诚心。以前的事我都不跟你计较，我把你当小孩，但是这一次你必须给我认真反省，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郝老师，我之前是干了一些不靠谱的事，是我对不起您。但今天这个事，我不知道要反省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都要说假话，那明天我们走向社会，这不都乱套了吗？你还在这强词夺理？你说我每天费心巴力的，我是为了什么？我工资能多拿100块钱吗？我不是为了学校，为了你们吗？你认不认错？你认不认错？不认错，不认错，别念了，给我回家。你能不能去给郝老师服个软，认个错？你成绩刚有点起色，就这样瞎胡来。所以你觉得我只是瞎胡来？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已经被记过好几次了。没事了。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前途吗？就这种真有必要吗？有病，我不想说假话。有的时候一个人说真话，是因为他谁都不在乎。有的时候一个人说假话，只是想获得别人的认同。那你为什么帮我挡作弊？为什么让我写作业？林天骄，周末我们还一起去天文馆吗？天骄，你过来。爸爸妈妈想跟你谈谈，也没什么大事儿。你不要有压力，千万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是这么回事儿，爸爸今天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你妈妈在厨房做饭，
一不小心把盘子摔碎了，我就跑过去帮忙，结果一看不对劲儿。说重点。不是说好我说吗？你妈呀站在那儿哭呢，我就问她那为什么哭啊，到底发生了啥事儿啊？不是让你说重点吗？林天骄，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跟那个小混混混在一块儿，我跟你没完。妈，他不是混混，是我朋友。什么朋友？什么朋友？在学校里只有同学，没有朋友。考试复习的怎么样啦？嗯，交给你了啊。好。高翔，还有你呢是吧？快尝尝。来来来，我那天家里有点事儿，所以没去天文馆，不好意思。没事儿，那天我也没去。那你怎么没来考试啊？我退学了。什么退学？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上学也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啊。你看石头，开个修车行不也挺好的吗？就算他开的是连锁修车行，那他也只是个开修车行的。姑娘，你说什么呢？开修车行怎么了？我说的不是开修车行的问题，是人生的问题。人生问题？你的人生你明白了吗？你的人生是给别人看的，我们不用。哎，行了，石头。以前我觉得你有你的梦想，而现在看来这就是个笑话。那你想过你的梦想吗？我的梦想就是学金融。
小子真退了？是啊。为什么呀？就因为跟老师吵了一架。行了，别说这些。那你以后打算干嘛呀？可能出去看看吧。也行啊，你不是经常说要出去冒冒险吗？这话说的容易，可真要做，我得担心老爷子。老爷子可比你精神多了，我看你是放不下那妞吧。姐，你说那欧小阳，他哪儿都不如我呀，长得还这么难看，甜甜怎么就喜欢他了呢？你说我这算是失恋吗？恋都没恋过，哪来的失恋？创可贴在哪儿？不知道，你去爸妈那屋找找吧。你就不能帮我找找？你不也没帮我吗？生日你就让他玩一会儿嘛，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就会玩一辈子。哎呀，我说你能不能消停点啊？每天演的还不够累是吗？我这么累为了谁呀？我累是为了谁呀？老师让我给你的，谢了。你现在飞走了，自由了。哎，你等一下，你和他到什么程度了？你笑什么？就是看不上你这种人沾上他，因为只有我才配和他在一起，站在最高的地方俯视着你们。你电视剧看多了吧？每个人要走的路都不一样，没有人在意你的俯视。你看到的只是站在高处的林天骄，你关心过他开不开心吗？
祥子，爷爷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你有啥心里话可别瞒着我。甭管你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你告诉爷爷，爷爷一定支持你。咱爷俩走哪儿不能活呀？整天待这小破地方，听得那几个老太太叽里呱啦的，爷爷早就烦了。爷爷行。爸，我准备和爷爷离开这儿，到外面去看一看。我会照顾好爷爷的，您放心。毛衣里还有两个护膝，天冷的时候带上暖和。爸，我会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到时候再见。等我。老哥，我走了。恭喜啊，林天骄。谢谢校长。怎么了？得了省三好学生还不开心啊？没有啊。那回去赶紧把材料准备好，下个礼拜我要提交。嗯。高二一班的陆甜甜和高二三班的欧小阳无视学校规定早恋，并被老师发现了一些不恰当的举动。陆甜甜，你给我站起来！予以两位同学记过处分。班级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小小年纪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道搂搂抱抱，你还要不要脸？你妈给你交学费是让你来这里抱欧小阳的吗？从今天起，我只要是再看见你们俩说一句话，立马给我退学滚蛋。太丢我们家长的脸了，你到底找来干什么来了？让你好好学习还是来谈恋爱的？看什么呢？走。看什么看？走。有什么好看的？走。现在还不是好时机，你们好好学习，以后肯定有机会的。你还记得上次班会，老师让我们说梦想，我没说吗？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你们都笑话我。我没有你们那么远大的理想，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能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当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并不是比考大学低级的事儿。听说你们班那个陆甜甜被学校通报批评了啊？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她在谈恋爱？不知道。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以后不允许你再跟她一起玩了。什么呀？这是音乐天堂。林天骄，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我看你离通报批评也不远了。妈，妈，你给我，你干什么？你非要听是吧？妈，你干嘛呀？妈，林天骄，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得了省三好学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清华经管学院有多难考啊！我不想学金融。你说什么？我不想学金融，我想学天文。有病！天上的石头有什么好研究的？我不想像你一样过一个虚伪的人生。什么意思啊？我不想像你一样过一个虚伪的人。怎么了？喝里边甜水啊，脏死了。那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每次来公园都抢着吸啊？不过你总抢不过我。那是我让着你。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以后不是说好了吗？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姐，我今天第一次觉得你特牛，比你墙上挂那些奖状牛多了。万一有一天爸妈分开了，你跟谁啊？我是说如果啊。其实我早知道，就一直没告诉你，怕你难过。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放在那儿。当初要不是你提的离婚，咱们这个家现在能变成这个样子吗？我为什么要离婚？就你那脾气，谁能跟你过一块啊？我什么脾气？我什么脾气？糖醋鱼啊，哎，今天吃糖醋鱼，哎，我最爱吃糖醋鱼了。妈，快走，嗯，哎，姐，快过来吃饭了，我都饿死了，快走。爸明天就要搬走了，咱们去劝劝他吧。算了，爸肯定有他的苦衷。那怎么行呢？哎，你看，哎呀，这是馒头，这是有你的，好丑啊！你是想开了吧？你不甜甜吗？啊，哇！好酷啊！发现不一样了，还有勇气了。干什么呢？都别看了，都撤开去。走走走走走了。保重啊啊啊！走吧。
我已经20年没吃猪大肠了，你妈总嫌它不干净。田娇，对不起，我和你妈是怕影响你们的学习。都怪我，不然你们也不会这么累。其实啊，我跟你妈离婚这一年多啊，过得最开心，再也不用强迫彼此接受对方的想法，吵得相对少了。可能啊，有些人就是不适合生活在一起。以后对你妈好点儿。明天你上台领奖，穿这件行不行？走，看看去。林天江，祝贺你获得三好学生。我宣布，省级三好学生表彰大会颁奖仪式正式开始。有件事，如果我现在不说，将来可能会不安。构想他要走了，他今天下午的火车。还有，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会开心。天江，天江，该你上场了，抓紧，抓紧。
大家好，我是林天骄。为了得到省三好学生这个殊荣，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习题。我没日没夜争分夺秒的在和时间竞赛，我眼中的目标只有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成为别人眼中最优秀的学生。可是我想说，我并不是你们眼中的三好学生。谦虚。为了当三好学生，我曾经为了考第一而作弊。作弊啊！为了当三好学生，我忽视我最好朋友的感受，我瞧不起我好朋友喜欢的男生，我甚至都没有真正了解过我自己的弟弟。以前我以为成功了才能自由，可是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要真正的面对自我才能自由。我想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现在这个人要走了，而我却没有跟他说一声再见。天骄，你记错词了吧？对不起大家。我决定放弃这个三好学生。好，哎，坐下。好。记得来信啊，一路平安。啥时候回来呀？师傅，师傅，你等一下，师傅。这好。嗯，行了，走吧。快回去吧。高翔。
姐，能不能帮我个忙？欢迎收听音乐天堂，不要试图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在那空白的。妈呀，我们今天介绍的歌曲呢是《妈妈咪呀》。《妈妈咪呀》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剧，来自瑞典。是谁？是谁送你来到我的身边？是那天上的明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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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比较特殊，我们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音乐天堂的热心听众，他想跟我们说点什么呢？来，我们请他来说一下。听众朋友们打扰了，在这里我想唱一首歌送给我的好朋友。他现在正在 K24 火车上，我希望他能听得见我的声音。花生花生小二，鸡爪胡同放高翔，高翔，你听得见吗？你在教室里画的星空图我看到了，虽然先后座的位置画错了，但是我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你曾经问我谢你哪件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回答过你，现在我想告诉你，谢谢你所有的事儿。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这就是我和 GX2001 小行星的故事。认识宇宙，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天文探索的意义。谢谢大家。高翔，好久没见了。听说你去了非洲，你还是那么喜欢冒险啊。音乐天堂已经停播了，那两个主持人组了自己的乐队，我也做了自己喜欢的天文工作。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挺开心的。对了，我已经申请了明年去非洲考察的项目。我想，宇宙那么大，地球这么小，我们总会遇见的，对吗？带你来尝尝小时候的味道。老板，我要两盒这个。这哪儿买不着啊？我就要喝这个酸奶。那你找座去吧，啊，快去。又是一线大风。老板，能帮我把这个塞酸奶里吗？气冲天，因为以前我的名字叫林子昂。请问姐姐，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你的姐姐吗？是我写给初恋的，也是个姐姐。这还有一个红包，天娇给的，但她有工作没来。谢谢大家，得找个代表说两句话吧。对呀、啊，找个代表。李涛，李涛，李涛。王涛呢？是我多年的好兄弟，你们都知道。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能跟他一起走在这红地毯上。对不起啊，来晚了。这家做的肥肠特别好吃。上回你跟我说跟你相亲的那个小张感觉怎么样？不行，比你差远了。你看那大表，特别符合您气质。咋还不好意思了？告诉你啊，来，我要见不到那瓶六百，我绝对不会吐的。好吧，二哥，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嫂要生了，大嫂要生了！哎呀，真的，真的，往里边吃饭，没问题。走走走，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迷茫死了。来，都看看，著名天文学家林天骄，我的学生。都说说，你们以后都想干嘛？